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友情的鸭花。哇！这些波斯鸡已经开了，好可爱呀！看那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很好看，但是旁边白色的也好漂亮。哦，那个白色的，我可是一直都很喜欢白色的花。哎，除了波斯菊，还有白色的花？白三叶呀，雏菊呀。杜鹃花，白色的杜鹃花我没有见过。哎，我们以前一起见过的。是这样吗？哎呀，你忘记了。你这样一说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在哪儿见过呢？这个表情很明显就是已经忘了呀。杜鹃花是什么时候开花来着？五月，美丽的五月啊。那我们俩就期待着明年的白色杜鹃花开放吧。明年，那还要等好长时间呢。比起回想这花要快很多。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眼前的波斯菊，开得这么漂亮，不看就浪费了。小丸子还真是乐天呢。也对，比起回忆往事，还不如享受现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唐蜜我觉得有些落寞。是因为秋风的关系吗？小玉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啦。是呀，比起回忆往事，还是现在重要。小玉真奇怪。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今天波斯菊都开花了。啊，是吗？是秋天了吗？粉红色还有紫色的花开得到处都是，但是小玉说她比较喜欢白色的波斯菊。是啊。白色的波斯菊也很漂亮吧？但我觉得波斯菊还是粉红色的好看呢。没有那种事的，正是因为有白色的波斯菊，其他颜色的才会看上去更漂亮啊。哎，是那样的吗？因为有许多颜色，那才好看嘛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颜色要互相衬托才好看。我们吃的菜也是，凉拌豆腐配绿色小葱，烤鱼就要配上白色的萝卜泥，只要这样搭配，就让人更有食欲，不是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们好像在说好吃的东西。爷爷，不是在说颜色搭配的事。哦，颜色的搭配。如果说我在白色的鲜奶油上放一颗鲜红的草莓，是很好的搭配吧？我呢，喜欢白白的饭团配黄黄的萝卜干，里面放上梅子干或者干煎鱼。爷爷的这个搭配也很不错呢。在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上打一个生鸡蛋，淋上酱油，轻轻地搅拌开。哇，真美味啊。真好啊，真好啊。这话题扯得有点远了。啊，讨厌，这是什么呀？喂，小丸子，我是小丸子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把我这本植物图鉴弄脏了呀？好讨厌，我怎么可能把它弄脏？这个屋子不是你弄的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。刚才我一打开书，就发现在这一页粘着这个东西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朵花，虽然干瘪掉了。嗯，花？啊？哎呀，这花莫非是那个……小丸子！看吧，果然是你干的好事啊。
这应该是白色的杜鹃吧？本来可能是白色的吧，但是它现在只是干掉的花。再把东西夹在我的书里，我可不会饶了你的。这应该是五月份的事情吧？小丸子，啊，感觉到处都是绿叶的气息呢。啊，感觉连空气都变新鲜了。大老远的跑来这里，真值得。但我已经浑身是汗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啊，好的，就在那边吧。然后小玉拉着我，我们两个跑到一棵很大的树下面。不知怎么的，突然觉得好困。然后小玉她，小丸子，你如果困了的话就睡一会儿，我会醒着给你值班的。值班？没什么能被拿走的东西啊。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草原的对面就会有狼啊、狮子啊什么的来袭击我们。好讨厌啊，小玉。那样的话就成童话故事了。醒了之后发现小玉坐在那里好像很无聊的样子。啊，你醒了。对不起，真的睡着了。小玉，你一个人是不是很无聊啊？怎么可能不介意呢？明明是我把小玉扔在一边，独自睡着了。对了，小丸子，嗯，刚才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看那边的那些花呢。哦，我能去看一下吗？嗯，好啊。小丸子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不了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吧。这样啊。什么花呀？到处都开满了白色的杜鹃花，我也想给小丸子看看那些杜鹃花，但是小丸子很累了吧，所以我就摘了一朵，想拿给小丸子看看，看，很漂亮吧？那本来是白色的杜鹃，是小玉她特地摘下来给我看的，结果我却对小玉说我忘记了。你说你忘记了，没什么，比起回忆往事，还不如享受现在。对不起，小玉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总是糊里糊涂的，但小玉一直那么的温柔细心，她一直都那么的为我着想。小丸子，你在干嘛？连灯都不开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不行的，这个已经……但是这个花对我很重要，就算这么说也没用，颜色都已经褪掉了。但是……你没有忘记那朵白色的杜鹃啊，小丸子。但是……啊，让我看看。还是不要看比较好。怎么可以不看？小丸子好不容易做成压花给我的，而且是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回忆之花。你看了就知道了。颜色褪掉了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对不起，这是我们难得的回忆。没有那回事，你能够把那时候的白色杜鹃拿来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呢。哇，我是差不多都快忘掉了。而且你说比起回忆往事，还是享受现在重要，这话真了不起。我听了以后觉得小丸子说的很有道理，真好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应该是我向你学习才对啊。小玉，我总是糊里糊涂的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了，小丸子？我反省过了。小玉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为你做呢？什么事都可以。好啦，不用这样。什么都可以的，你说吧，今天无论小玉说什么我都会听的。你说什么呀？什么事都可以的，拜托你了，小玉。
你拜托别人来拜托你做事，想干嘛？那么今天我也想和小丸子去看波斯菊，可以吗？哎呀，波斯菊！这些波斯菊真是相亲相爱。嗯，看呐，一阵风吹过，大家都一起摇摆。嗯，好像很开心的在摇摆。那朵粉红色的是小丸子，那朵白色的就是我了。波斯菊一直都相亲相爱，我和小丸子也是。小玉，对了，不管怎样，我和小玉都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也一起摇摆吧。好嘞，我们一起摇摆，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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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哎，小丸子，像这样夹在报纸里，嗯，接下来再压上重的东西。这一次我一定要给小鱼做一朵世界上最漂亮的友情鸭花，这可是友情的象征哦。哎呀，刚刚放在这里的报纸和杂志呢？报纸？那些东西刚才给……旧报纸，旧杂志，换粗糙纸。今天是卫生纸交换日。旧报纸，旧杂志，换粗糙纸。等等，旧报纸，旧杂志，友情的鸭花。友情的鸭花是关系好的标志，小丸子的这份心意一定会传达到温柔的小玉那里。啊，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，小丸子。警惕台风。雨下的好大呀！是不是台风来了呀？嗯，昨晚电视里是这么说的。同学们，我有话要说，请回到座位上。是。会是什么事呢？因为这次台风的临近，下午的课我们就不能上了。下午的手工课本来要画的画儿，现在作为回家作业，请在家里做好带来。请大家画出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哇，真是好险呐！如果回家的时间再早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吃不到午饭里好吃的布丁了。喜欢的东西，画什么好呢？真难决定啊！小丸子画什么？大概是牛肉汉堡吧。小丸子。哎呦，爸爸、爷爷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丸子，玻璃窗破了，会很危险的。好嘞，这样定好就没问题了。谢谢你啦，爸爸。我也帮忙了，丸子。也谢谢爷爷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去看看屋顶的瓦片吧。哎，好嘞。上哦，丸子现在正看着我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丸子看着我帅气的样子一定会感动的吧。好嘞，要加油。爷爷的身体这样摇摇晃晃的，真的不要紧吗？孙女儿真是完全不懂爷爷的心。都在这里做饭团啊？这是今天的晚饭吗？怎么会？当然不是了，因为台风来了，这一旦停水停电的话，饭不就做不成了吗？这是为了防备意外准备的。哦，妈妈，手电筒和蜡烛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你，再去确认一下手电筒的电池有没有电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小丸子，谁让你现在吃了？这是为了防备意外准备的。那如果停电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吃了吧？是啊。说到停电，小丸子，你不是应该做作业吗？停电了就麻烦了，趁现在赶快去做完。作业啊？妈妈也真是的，这种时候还要我做作业，都说台风要来了，明天学校肯定也会放假的。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做作业的。
差点给忘了，这是昨天借的漫画，如果停电了就不能看了，还是趁现在看了它吧。请电视机前处于台风经过路线的各位注意一下各方面的情况，随后本台将会继续报道台风的情况。台风直接奔这儿来了，今晚的风雨也越来越大了。我们今天晚上提前吃了饭洗了澡，真是太明智了。就是嘛，像这样睡觉之前就有很多时间可以看电视了。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电视节目呢？只看新闻的话太无聊了。哎呀，全黑了，丸子不要动啊，很危险呐、不要动。老头子你冷静一点。我现在马上把蜡烛点起来。哎呀，停电了，真无聊。这也没办法，我们睡觉吧。哎，这会儿睡也太早了吧。丸子，屋里这么黑，什么都不能做了呀。停电了，电视也不能看，漫画也不能看了。喂，小丸子，你好吵啊！但是我现在一点也不困嘛。因为停电，所以没办法嘛。要不我用手电筒照着看漫画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，笨蛋！姐姐，你已经睡着了吗？怎么了，小丸子？我还醒着呢。你不觉得台风越来越强了吗？是啊。没关系吧？我好害怕。我们到妈妈房间去睡觉吧。但是我要去的，我要拿手电筒。哎，好痛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因为我没有找到手电筒嘛。我不是放在枕头旁边了吗？都是因为你，手电筒到哪儿去了？找不到了。哎，好痛！你在干什么，小丸子？因为笨蛋丸子。好痛！姐姐才是笨蛋。你们两个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，我今天晚上可以和你一起睡吗？因为我好害怕。哎呀呀，连姐姐都这样。真是没办法。你怎么了，小丸子？脖子上好像有什么冷的东西。漏雨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声嚷嚷。哎，好吵啊。台风好像刮得越来越猛了。我看今天晚上大家就在这儿一起睡吧。真的吗？丸子啊，我会在你身边的，放心吧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肚子饿了。妈妈，我们吃饭团吧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吃过晚饭了吗？但是你不是说过停电了就可以吃的吗？你真是。这种时候你还真能吃得下去，感觉和平时不一样，有点开心呢。是啊，还真是觉得有点开心呢。你们还真有这份闲心呢。小丸子，就算大家在一起也不能大意，要知道这场台风还没有过去呢。知道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小丸子快点起来，太阳晒屁股了。哎呀，快穿上衣服准备去学校，别迟到了。哎，去学校？学校不是因为台风停课了吗？你在说什么梦话啊？台风可是昨天晚上就过去了。画自己喜欢的。没办法了，那我只好画爷爷了。小丸子，你还磨蹭什么？再不快点真要迟到了。怎么办？没有时间涂颜色了。对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停电时候的爷爷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
早上好，小玉。昨天的台风好恐怖，对吧？嗯，太恐怖了。但是昨天晚上我们全家集中在客厅里，那样就能安心了。啊，这样啊。小丸子，你的画画作业完成了，好厉害呀。小玉呢？我正在想要画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停电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完成。看来水波同学努力的还不够啊。我昨天晚上可是借助着蜡烛和手电筒的光把画画完了的。不要输给暴雨，不要输给狂风，直截了当说，这太完美了吧。啊，好厉害啊，不愧是丸尾同学。嗯，真是刻苦用功的丸尾同学呀。昨天晚上的台风相当猛烈，大家都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师，老师。怎么了，冰淇同学？因为停电了，所以我没能完成画画的作业。我也是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没有完成的同学请明天交上来。小玉真是太好了。什么嘛，早知道这样早上就不用那么急匆匆的画了。但是怎么办呢？重新画又很麻烦，就这样交上去吧。因为停电而得到的这个灵感还是很不错的。我可是好好做作业了。什么呀，闪电，你画的那是什么东西？是停电的画。闪电。一样简单的想法，但是和山田大胆的一团漆黑的涂鸦相比，小丸子的有点不伦不类。于是小丸子偷偷地收起了正准备交出的画。哇，再过不久千纸鹤就要完成了，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。但是肚子好像有点饿了，虽然好想吃点心，可是我说了要忍住10天不吃的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一起折千纸鹤吧，和小丸子忍住不吃点心，敬请期待哟。